领导你好，我叫吴宇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等待您的分配。吴宇，刚毕业，这得留处签字。刚出去的就是留处，他到省里开会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啊！哎，别走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。哎，小林呐。 在外边比较辛苦啊，这次呢，本来呢回来让你多休息几天，可是呢，这个局里呢决定呢趁热打铁，开一个呢分享会，让你把在国外这两年的破案的经验体会给大家伙讲讲。好，那这个我义不容辞。出国的经验我是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的，不过我离开青侦队这么长时间，还有很多事情我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呢。 其实我在去逼国之前，我也查了很多关于电信诈骗案的资料。可当我征到那边展开工作时，我才发现，其实大多数的案子都针对老百姓的。他们骗取的钱财呢，有少即多。想想我们以前的工作，却把大部分的精力啊都放在大案和要案上，往往忽视了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案子。所以我觉得，进来，陆局。 我们一直跟着支票诈骗团伙又有动作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哎哎，陆局，要不我去吧？我申请从这个案子开始恢复工作。啊，行，走。俺们这可是20000块钱的大葱，就换这么张破纸。怎么就说不通呢？我们超市收大宗的货一直都是用支票，和现金一样的，去银行就能取钱。俺们要现金，支票不会使。那要不你们就等。 会计下午3点上班，到时候再给你们现金。俺买了过上2点的火车票，排了大半夜队呢。嘿嘿嘿嘿，哎，大妈，您慢点啊，慢点啊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大妈，您给萍萍你，俺们给他们超市送了20000块钱大葱，他们就给俺们打了张白条子。哎，这不是白条，这是支票。大妈，要不您帮帮忙，给俺取1万5现金，这白条子给您。 这里写着20000元整，这是超市的章。你们超市给担保吗？也就是说，我给你们取15000现金，我到银行能挣5000。就是因为家里有急事儿啊，要不然谁不想多挣点钱呢？哎，谢谢大妈，谢谢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大妈，这支票您让给我吧。哎，大哥，孩子，大哥，我带卡了，旁边不是 ATM 机吗？我可以直接把钱取给你。你是？啊，我刚刚在旁边听半天了。 这么好的事儿，大妈你就让给我吧。这是我的钱哎，大妈，再加2000。2000？你这太黑了吧！这旁边这 ATM 机加2000，我马上就可以把钱给你吗？行，不加就不加，那取钱吧。不好了！哎哎哎，走！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大妈，那是我的钱哎！哎，大姐。 这是15000，你们数一下吧。哎，不用数了，我们还有急事儿。哎呀，这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还有人抢着给我们送钱。嘿嘿，哇塞，太好了，大哥，哎，你真厉害。哎，跟着我好好混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嘿。 哎，你是那个吴宇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你。正好缺人手，你去支援一下。6号路永辉超市，赶紧的。是，林队。怎么样？支援的人到了吗？他在路上，刚刚告诉他在这儿。你的。嘿嘿，表现不错。
警察。 准备就绪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还不能动，女的身上有炸弹，不能把他们逼得太急了。我现在上去跟他们谈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动。哎，准备，注意安全，是。 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除了钱什么也没带。这，车呢？车呢？车在外面，车在外面。大哥，哪儿呢？那，三哥，走吧。等等，等等，大哥们，听我说两句，你们现在的目的是两个，钱，还有跑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证人质的安全。这样吧，你们把我留下，把他放走。 少跟我废话！你真以为我傻呀？谁也跑不了，把他带走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钱你们已经拿到了，对吧？你们现在就只剩下逃跑了。你们看看，你们带着这女的能跑多远？啊，我不一样，我是那帮警察的头，只要你们押着我，他们一动都不敢动。
咱们其实不太熟啊，我这个人是个特别务实的人，我的目的就是保证人质的安全，不让他死。只要他不死，我也好交差。你们压着我，也能跑，对吧？咱们两全其美。要是你们让他死的话，我交不了差，你们可能也一个都跑不了。你们想想，啊，大哥。 去医院看看吧，看您这脸色，不像单纯闹肚子，别再把什么病给耽误了。确实有点顶不住了。哎，把您车再运进来。在，楚队直接从家去的现场，我给你照照钥匙啊。哎，贤队，有事情啊？闹肚子。 冰箱里，上次我就在那儿找着了，放心，肯定在。冰箱怎么可能啊？这个案子性质有多么严重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啊？我不说领导是怎么重视的，领导有什么指示？ 我就说，大勇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，差点死在自己家门口。进来说。
陆军，婚姻事准备好了，不都什么节骨眼上了，还开什么会啊？那会议室里那把凶手抓着啊！现在就成立调查组，我牵头，楚国明带队。是，楚国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专心办案，别管别的事儿。上边有我盯着，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报告。是。不像话，太嚣张了，太嚣张了。 都站着干什么呀？赶快去！再放一遍。 之内，公安局周围所有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。出队。停。 范宏宇，他出来了。他怎么出来的？5年前抢劫伤人，是你亲手抓进去的，判了10年。按说不到时候，快去查查怎么回事。好，陈雪，查一下范宏宇5年前的抢劫伤人案。 老秦是因为突发肠胃炎没去现场，凶手不可能事先知道老秦会开我的车出现。怎么推算？凶手的目标是我。老秦是替我顶的慌。车队，范宏宇减刑了，说是一个星期之前刚放出来，然后片警去他家做过家访，他现在跟他妈住一块。这是在里边就盘算好了呀，一放出来就着手干。 这活是我亲弟，他和秦队不是竞争对手吗？再竞争也是多年的同事啊。听说上回竞争上岗的时候，他俩还差点动了手，最后局里没办法才让队长痛撅的吗？才来不到半年，这都听谁说的呀？都这么说呀，现在可好，秦队在楚队车上出了事儿，你说他心里得多别扭啊！这高兴也不是，难受也不是，也难怪会有人说闲话的。 胡说八道！他俩干的都是拿命拼的工作，那都是过命的交情。甭管有什么矛盾，也敌不过过命的交情。对，说的太对了。你说的太好了，真的。你是大安队的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我是吴宇，刚来的，我也特别想进大安队。 是你干的吧？是不是你？
的泡泡。还知道回来呀、啊？你这出去两年可真是长本事了啊，学会去公共汽车上相亲了。等会儿，把你那鞋放回原处。你让他自己拿。没事没事。等会儿，包。干嘛呀你？还有衣服。哦，哎呀，我都给忘了。衣服拿好啊。没事没事。这下行了吧？陈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男孩子。无论是家境还是学历、事业，那都是拔尖的人才啊！你可以觉得不合适，但是你得给对方和你自己彼此一个了解的机会，要有礼貌。你大清早约人家公共汽车上见面不说，你还把人扔那儿，甩腿走了。秀云，孩子刚回来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别插话，乖啊！啊，乖。别看你爸，你知道你这么做，人家对方会怎么想啊？你考虑过我和陈阿姨的关系吗？人家还会误认为咱们两个人啊，从小没有教育好他。哎呀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哎呦喂，您啊，就别往脸上贴金了，还误会。我跟您说，一点都没有误会，我就是没教养。我没教养怨谁呀？啊？我就是没教养，怎么着吧？好好说话，像个三十多岁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子，行吗？你还别给我扯这个。哎，您还记得我两年没回家呀？两年没回家，您要给我堵在门口，让我去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去相亲，您是我亲妈吗？特别想知道弄错了是什么感觉。这次效率也太低了，七天以后才想出办法来找我报仇。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不知道，监控录像上清清楚楚，一个礼拜了，按天踩点。怎么着，在里边蹲了这么长时间，连基本的规矩都忘了，是不是你？不说是吧？来，你们都出去。能行吗？上面管得这么严。要是让他们知道你一个人上，行了行了，出去。走走走。督察支队张木鹏，李军，现在就犯罪嫌疑人范宏宇投诉你刑讯逼供的情况，问你几个问题。有礼貌。张木鹏同志，咱们都认识十好几年了，怎么着还跟我这自我介绍呢？怕我把你们忘了？绝对不会。你们只要一有大案子，你们就跑出来掺和，我忘了谁也不会把你们忘了。怎么着，你要干嘛？
犯罪嫌疑人范宏宇脖子上的伤痕是由于审讯时的笔造成的，请问你有没有用过这支笔？没有。为什么违反规定独立审问嫌疑人？你们这帮，你说什么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？再说一遍。打我呀！打我呀！经过调查确认，这个范宏宇确实有不在现场的证据。来，查了不是他，放人吧。怎么回事，楚队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光明，你个王八蛋！我要告你！光明，快，赶紧送医院！快，去调监控。好。再放一遍。你看，这肯定就是当你挡住他的时候，他自己捣的鬼。现场闹人吗？走啊走啊！一号监控只能看到楚队长背影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，只能看二号机了。那二号机呢？坏了，正在报修。陆局，你说这事能怨我吗？啊，技术队的材料都已经出了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只不过就是那小子想报复，正赶上他运气好，审讯室的监控有点问题。不是，你还有理了啊？独立审讯也是他运气好吗？头一年干警察是吧？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，没学过是吧？没学过，给我滚回去从头学去。这起码认定了那小子不是凶手。不是刑讯逼供，影响有多严重你知道吗？你无法无天，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啊？不好好收拾你，你就不长记性。从今天开始，停止检查。停止？不是陆局凭什么呀？凭我是你领导。不服吗？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我给你念念，我给你念念。经党委开会一致通过，决定楚光明停职检查，即日起生效。进来。陆局，枪击秦文勇案涉及的地点已经找到了。找着了？在哪儿？走，带我去一趟。你给我站住！不是你不懂人话是不是啊？你已经被停职检查了，不得参与这个案子的调查，即日起生效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从现在开始，冯志强担任副队长，把枪和证件给我交出来吧。发现弹壳了没有？发现了。拿去化验。楚队，你看这种情况，再看看还有什么线索。好。多多，看谁来啦？
老主。哎呀，哎呀，多多呀，说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想了。哎，老主，我给你倒茶去啊。我你坐着。多多，走，给老主倒茶去。不要，我要和老主玩。去给老主倒杯茶。好吧，走喽，倒茶喽。老公，哎，陆局说了，案子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能跟你说。嗯，好好听领导话啊，什么都别跟我说。哎，但是你得倾诉吧。你是不是得找个发泄点？是，你平时是挺没心没肺的，但遇上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也想不开？你要是一直想不开的话，那就得抑郁。你这样，你呀，也别拿我当楚狂明，你拿我当岳建勋，你跟岳建勋说说。我才不告诉他呢。那我让岳建勋问你。哎，不是，楚队，你就别难为我了，我说了又不算。谁说你说了不算？你说了还真算。在大安队，你跟老秦最好吧？你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老秦帮你兜着。现在老秦出事了，你就不难过？不想替他报仇？别说了，楚队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凶手。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得为这个服务。是，嘴长在你自己身上，说不说在你。杀手的时机地点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行行，你也甭跟我说了，走，跟我去一趟。我不去。什么不去？主队。是的。老公。远程高精度射击，凶手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。这是远距离高精度枪支，没有特殊的途径根本弄不到手。这房子什么情况？啊，房主在国外，房子现在在出租，由宏光地产代理。这怎么？现场发现的弹壳，技术对比对过了，和射杀秦队的子弹很有可能发自同一支枪。房间里有目击者。让给我查清楚负责房子的中介是谁，现场可能有目击者，并且凶手已经发现了，一定要赶在凶手之前找到这个证人。楚队，查到房屋租户的信息了，我把地址传给你。楚队，来。是王强吗？队长！
的事。走，上去看看。您可真够快的呀！你可真够慢的，这人都要跑了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您不是应该在家休息吗？休什么息？少废话，给我带大安队去。哎，得，走吧。陆局，我也向你正式申请，成立一个专门打击诈骗犯罪的行动小组，为老百姓啊做点接地气的实事儿。陆局，我希望你能批准我的申请。对，最近啊，市里是集中出现了一批啊诈骗案，咱们也挺重视。但是呢，局里呢现在人手紧张。这个资金呢也短缺，哎呀，我看这样先放吧。啊，不是，陆局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个事情他非……喂，对，采访啊，哦，好好好，那让他进来吧。勇敢，勇敢，我的朋友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勇敢，勇敢，我的朋友，一个人是要多沉重，平凡回忆让人感动，最多却是朋友。